好，在这一边呢，我要做 mind map for 那个 from for chapter two 的 physics，OK，force and motion，force and motion 呢，这一课呢，它主要是在讲这两个东西，主要真正的东西，它是在讲这 force，然后在讲 force 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需要讲一下那个 motion，为什么我们需要讲 force 的时候需要讲 motion 呢？因为我们知道 force 呢，它的那个 formula 是 F 等于 ma，OK，force 的 definition 的那个 formula 是 F 等于 ma，so F 等于 ma 的时候，我们就讲 a，a 是什么？a 是 acceleration。可是你在跟人家讲 acceleration 的时候，这样什么东西是 acceleration 呢？这样我们就要说，OK，我的 a 呢，其实是 v 减 u over t。然后 v 是什么？v 是 velocity，u 是什么？u 是 velocity。然后 v 减 u 是 change of velocity。然后那个 per t 的话呢，它的那个definition for acceleration 是 rate of change of velocity，这样，OK，rate of change of velocity。然后在这一边，我们就你讲 a 是 rate of change of velocity 的时候，这样什么东西是 velocity 呢？哦，velocity 呢是 s over t，so velocity 是那个rate of change of displacement，OK，so v 是 rate of change of displacement，然后接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有 displacement s，OK，so 我们有 s，然后通过 v 等于 s over t 拿到 v，然后再通过 a 等于 v 减 u over t，然后再通过 f 等于 ma 拿到 force，OK，然后在这一边，所以我们的 f 等于 ma，我们这个整个 f 等于 ma 是从这样拿到了 f 等于 ma，OK，so 我们就有这个。所以在这一边，它的那个 s displacement 呢，我们就有讲到那个什么vector，还有那个scalar。这一个第一课那边我们就有学过了啦。So displacement 配的是 distance velocity，配的是 speed，OK，然后vector 是有那个 magnitude and direction，然后那个scalar 是 magnitude only。OK，好，在这一边我们要研究这一个displacement、velocity，然后 acceleration 跟这个 force 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号咯，就是我要怎样测量 velocity 和怎样测量那个 acceleration？所以在这一个时候呢，我们用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用的是那个 ticker timer。然后还有那个 ticker tab，OK，ticker timer ticker tab，so 在 ticker timer and ticker tab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那个 ticker tab graph 这样的东西，so 它是这样这样这样，OK，这一个呢是那个 constant velocity，然后过后呢，我们在这一边它有这样。慢慢的高上来的时候，这一个它叫做 acceleration，然后过后呢，我们还有这一个低下来的，这一个叫做 deceleration。OK，当然我们的 ticker timer ticker tab 这一个东西呢，它还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它这一个碎掉的。然后这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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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So，在这一个 ticker timer 跟 ticker tape 的这一种题目里面呢，我们的重点呢是要算它的那个 acceleration。So，我们这一个我们要懂得去算它的 acceleration，然后算 acceleration。OK，我们在这一边我们需要算 acceleration。OK，好。我们在这边，我们需要算 acceleration，OK。
算 acceleration， OK， 算加速。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算那个加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一边它就有这一个东西，这样跳一个跳两个跳三个跳四个跳五个来找它的 time， 然后跳跳来找它的 time， OK， 这个是我们要找它的 acceleration 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呢，那个 one tick 的情况之下呢，它是那个什么 0.02 second， OK， 我们的这个 tick timer 呢，它是 50Hz， 就是一秒它会 tick 50下， OK。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有这个一滴的 0.05 呢，是因为我的 time 等于150，所以它会变成 0.02 second， 是这样来的。OK， 然后在这一边 ，OK， 这一个是我们的 ticker timer and ticker depth。然后接着呢，我们还有那个 formula for 这一。这五个 formula 你一定要背上来的。所以那五个 formula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velocity 等于 displacement over time， acceleration 等于 v 减 u over t， 然后我的 s 等于那个什么120u 加 v 乘 t， 然后第四的是我有那个 s 等于UT 加 120AT2， 然后第五个我们有那个V2 等于 U2 加 2AS。 So 在这一边呢，我们的 F 等于 MA， 我也可以是 F 等于 MG， 然后我还有这个 W 等于 MG， for 这两个我可以拿到我的 G 等于 F per M， 或者是我的 G 等于 W per M， 这个是 gravitational fieldStrength， OK， 这个它的 gravitational speed 的这样 acceleration，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的在 gravitation 2.3 的时候，它这一些有 A 的 formula， OK， 这一些有 A 的 formula， 这三个 formula 里面它有 A 的， OK， 这一个就把 A 变成 G，把 A 变成 G， 然后把 A 变成 G， 就是这样 ，OK。然后这个是在 2.3 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把 A 变成 G， 然后我的这个其实它也是 V 等于 U 加 AT 这样的一个 formula， 所以我们有这一个这三个东西。这个老师，我想问 ，So ticker timer 跟 ticker depth 的这个 acceleration 的算法呢 ？So 我们有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它是一条而已的，一条而已的时候呢，它就会告诉你它的那个方向是哪里，然后在这一边它有距离，然后后面也有它的距离，然后我用前面的这一个是假设它是 length 一这样的东西，这一个是 length 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可以拿到我的 u 等于 length 一除 time。然后 time 在这边一个点的话它是 0.02， 然后我的 v 呢是 length 2除 0.02， 然后我在这边跳一次跳两次跳三次跳四次跳五次，所以我的那个另外的 t 是 0.02 乘5，然后我的 a 会用 v 减 u over t， 这个是 for 一条的。然后我们有另外的这一种的情况之下，这一边第一条是它的 length 1咯，然后第二条它是它的 length 2咯，只是它的这一边的 t 的时候呢，你就要看它是 0.02 乘以 n 个 dix，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 u 等于 l 1 0.0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u 会是等于 l 1除以我的 t， 然后我的 v 等于 l 2除以我这个 t， 所以我在这边跳一次跳两次，所以我这个 t 呢会是等于2乘以上面的这个 t，这个我叫它 T1 啊，然后这个是 T2， 然后所以我的 A 呢会是 V 减 U over T1， 这样 T2 的这个方式来算它的 acceleration 和 deceleration， OK。
好，在这边呢，我们的这一个它还有那个 graph，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有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然后我们有 velocity time graph， 然后其实应该我们要有 acceleration time graph 这三个东西了。然后这三个东西里面呢，我要知道我找我的 gradient 的时候，它会变成 v， 这一个 vt graph 找 gradient 是 acceleration。我 AT graph 我找它的 area 会是 velocity， 我的 VT graph 我找它的 area 会是它的 displacement，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是这样。然后在这一个地方里面呢，我们的这一个 VT graph， 我说 VT graph 我用找它的斜度是 acceleration 嘛，所以你就心里想啊，我在这一边我有这个东西，这个是 U零逗号 u， 然后这个是 v， 然后 t 逗号 v，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向前走 t， 然后向上走 v，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我讲它的斜度是它的 acceleration 嘛，所以斜度是什么呢？m y 2减 y 1除 x 2减 x 嘛 ，b 减 u over t 减零。所以这一个就变成了这一个 OK， so 它就会变成了 V 减 U over T。 然后接着呢，我们又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接着还有它的 area under the graph 是它的 displacement， 所以我的 area under the graph 是它的 displacement， 所以它是二分之一 U 加 V OK 再乘以 T， 二分之一 U 加 V 乘 T， 跟这一个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的这一个 formula a 等于 v 减 u over t 和 s 等于一百二 u 加 v 乘 t， 我都是用这样的 concept， 特别是这个 s 等于一百二 u 加 v 乘 t， 我是用这样的一个 concept 来背它的。OK，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的那个 graph 里面呢，我们有几种情况。OK，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说它 at rest 的时候，然后我的 st graph。我的 VT graph 跟我的 AT graph 会是怎样？ address 停着，所以它是平的。然后在 VT graph 跟 AT graph 呢，它都是零。然后接着呢，我们有 constant velocity， constant velocity 我的 ST graph 是这样平着上的，然后我的 VT graph 是平的。可是平的情况之下，它的斜度是什么？它的斜度是零。然后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还有那个 acceleration 加速。所以加速呢，它是这样的。OK， 它这样。然后，所以它这边是增加，然后这一边是 positive。然后接着呢，我们有 deceleration。减速，减速呢，它是一开始增加很多，接下来增加一点点，然后它的 graph 是这样的，然后它在这一边，它是什么 negative value？ OK， 在我的 AT 这一边 negative value。OK， 在这一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特别少见的一种东西呢，它是属于那个。increasing acceleration 跟 decreasing acceleration 这一个东西。 So increasing acceleration 呢，就是说我的那个 increasing acceleration 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图形，然后我的 acceleration 是在增加的。然后 decreasing acceleration 的时候呢，它的 graph 是这样的， OK 这样的，然后它这一个是减少，但是这两个是比较少见的了。通常我们都会遇到前面这三个或者四个。OK， so 这一个是它的 graph of motion。好，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这一个 force and motion 这一边。So force and motion 这一边的时候，我们首先就先讲 g。在进入 force and motion 之前呢，我们先学 2.3g， 然后 2.4 是那个inertia， 然后 2.5 的部分是 momentum。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进入 force 之前，我们这一课的重点是 force，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从 force 那边延伸出去。然后为什么我们要从 force 延伸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学 inertia？ 为什么要学那个什么 g？ 为什么要学那个什么 inertia momentum？ 是有原因的。OK， 来，我们的 g 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懂一样东西，就是说我的那个 free fall 的时候，它就会 g 咯。然后在 free fall 的时候呢，它的那个 frictional force 会是等于零，它没有空气的阻力。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的 F 等于 ma 呢，这一个东西它其实是 Newton， 然后 second law of motion。然后人家一定会很奇怪咯，就是说你一来就学 second law， 他就会问，哎，这样 first law 是什么东西？然后那个 third law 又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先学 Newton first law of motion。 Newton first law of motion 是什么东西呢？ Newton first law of motion 呢，它就是那个 inertia。 OK， so 就是说在没有那个 external force 的情况之下， OK， 它的那个东西动的会继续动，停的会继续停。然后问题来了，这样如果它的那个 什么 external force 不等于零的情况之下，这样是什么东西呢？它不等于零的时候就是 second law 咯，它有 force 吗？然后它就会有 F 等于 ma， 有 acceleration 咯。然后接着我们在这一边呢，我们就有 Newton 那个 third law， OK， third law of motion， OK， third law of motionNewton third law of motion 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有那个 action and reaction， 作用力反作用力，就是说你的那个手打墙壁，然后就有 action 去墙壁，然后那个力返回你自己的手，你的手会痛，那个就是反作用力。所以你踢球有那个 action 向前，然后你有那个 reaction， 那个在你的脚那边，你的脚也会痛。所、so, 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在 2.4 OK 学 inertia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我要让你知道 second law 之前，我让你知道什么是 first law， OK， 然后 first law 是 inertia。 然后接着呢，我们在这一个force 的这一个的要介绍 second law 的时候，我们会做两个 experiment。 然后一个 experiment 是怎样的呢？就是说我是什么一条两条三条那一个塑胶袋， OK， 塑胶袋， OK， 那一个不是塑料袋，就是说它的那个塑胶袋，它两条一条两条三条的这个 elastic string， OK，然后来拉那个一辆车， OK， 一辆的那个 trolley， OK， 一辆的那个 trolley， trolley T R O Y trolley， OK， 第一个 experiment 是这样。然后第二个 experiment 是怎样呢？第二个 experiment 呢，它是一条elastic string 来拉那个一二三两的那个 trolley。 So 我们在第一个 experiment 里面呢， OK， 我们的这个 string 呢是我的 force， So 这个是我的 manipulate variable， 然后这个 force 呢是它的 constant， 然后它的 trolley 是它的 mass，OK， 然后这个是 constant 的， OK， 然后接着呢再来这一边它的 trolley 增加，就是说它的 mass， 这一个是我的 manipulate variable。 所以我这两个的那个什么 responding variable 呢，都是它的那个 acceleration， 它的加速。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第一个就是说我的那个 force 增加的时候，我的 acceleration 会跟着增加。然后这一个呢，我的那个
什么 mass 增加的时候，我的 acceleration 是减少，然后我们做另一个 graph 的时候，它是 1 per m 跟 a 的时候，它就会这样。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a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force， 然后我的 a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force， 所以合上来就 a proportional to f over m combined variation。然后我的这个 combined variation 呢，我的这个的 direct proportional to 可以变成等于 kf per m。然后牛顿呢，他就 define 牛顿是什么呢？他说一 newton of force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一 newton of force， OK， 一 newton of force， OK， 它能够产生的力是怎样的呢？它能够做的事情是让一 kg 的 mass， OK， 然后达到那个 acceleration e ms 减了 ，OK， 这一个就是那个那一个牛顿 define， 所以我的 f 等于 e 的时候，我的 m 会是等于 e，m 等于 e， 然后我的 a 是 e， 所以我放进去里面 e 等于 k e 除 e 的时候，我的 k 会是等于 e， 所以我的 a 呢会是等于那个 e f per m。然后我把我的 m 乘上去，所以我拿到的是 f 等于 ma， 所以我们的 f 等于 ma 是这一个东西来的。So f 等于 ma 呢 ？OK， 我们的那个 a 呢 ？a 是什么 ？a 是 v 减 u over t， 所以我的这个 f 等于 ma 的时候，它会变成 f 等于 m 括弧 v 减 u over t， 然后我再把这个 m 乘进去。所以它会变成 f 等于 mv 减 mu over t， 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叫做那个什么 impulsive force， OK， impulsive force， 然后撞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 impulsive force， impulsive force 呢， OK， 它的那个 definition 是什么呢？它的 definition 呢，它其实就是什么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OK， 它叫做 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OK， 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这个叫做 impulsive force， 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OK， 然后哎呀，这个时候他就想，哎呀，我的这一边它的 impulsive force 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可是我没有教到什么是 momentum 哦， OK， 所以我们在 2.4 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了momentum， OK， momentum， OK， momentum 是什么东西呢？ momentum 就是它的那一个冲击力， OK， 冲击力， OK， so 冲击力的情况之下呢，我的 P 呢是等于 mv， so 我的 mass 增加的情况之下，我的 P 会增加，我的 velocity 增加的情况之下，我的 P 也会增加。所以你的 mass 增加，同样的速度 mass 增加，然后 mass 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它的 momentum 比较大，然后同样的那个 mass 的情况之下，快的它的 momentum 会比较大， OK， 然后他就想，哎呀，反正都已经教 momentum 了，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就把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所以我们有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那个momentum， OK，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OK， so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的时候呢，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个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它 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它讲什么东西呢？它讲了其实就只是一样东西，就是说它的那个 total momentum before collision 跟 after collision 会是一样，就是我的 total momentum before OK 会等于那个 total momentum after OK
所以它撞击或者是爆炸之前的 momentum 的总量 OK 跟之后的总量会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有分成两种，一个呢是撞击 collision，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那个 explosion 爆炸。So 在 collision 里面呢，我们又分成两种，然后那两种是什么呢？ elastic OK 就分开的，和 inelastic 就是撞了之后它是合起来的。OK， so 我们的 elastic 的话呢，它是 MEUE 加 M2U2 等于 MEVE 加 M2V2。 inelastic 的话呢，我的 MEUE 加 M2U2 会是等于合起来 ME 加 M2V。 explosion 的话呢，我们在这一边我们一开始撞之前它是零，为什么它会是零呢？因为我们的那个 UE 等于 U2 是等于0了，所以乘上 M 还是0，所以等于 MEVE 加 M2V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MEVE 等于 negative M2V2 OK， 然后所以或者是我导反过来也可以，所以我的 VE 呢会是等于 negative M2V2 over VE。So 我们的这一个部分呢，它有一个东西它叫做 recoil velocity OK。 So 假设我在这一边我算那个枪它返回来的那个叫 recoil velocity，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有枪，我的子弹出去的时候我倒退回来，这个是 recoil velocity。 然后如果我算的时候我拿到我的 VE 会是等于 negative 2的时候，这样我的这个 recoil velocity 呢，我拿到的其实是2 OK。 同样的在我们刚才的这个算 acceleration 跟 deceleration 的时候，我们如果啦我算到这个它的 deceleration OK， 或者是这个的这个 deceleration OK， 我算到我的 A 等于减2的时候，这样它的 deceleration 呢OK 是2 OK。 So 我的 acceleration 我算到是减2，可是他问他的题目问 deceleration 是多少的时候，他的 deceleration 是2，你那个减不要写上去 OK。 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 recoil velocity 你算到他的 V 是减2的时候，你的 recoil velocity 是2 OK。 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force 这一边我们就有 impulsive force。 So 在 impulsive force 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我的 time 增加的时候，我的 force 就会减少，因为它是 inversely proportional 的嘛。我的 time 减少的时候我的 force 就会增加。 So 这一边怎样的情况之下让它的 time 增加呢？那一个软的东西OK， 暖的东西它就可以让它的 time 增加。然后它的这一个什么硬的东西呢，它就会让它的那个 time 减少，它就快 OK。 然后在这一边我把我的 T 乘上去的时候，我拿到的是什么东西？我拿到的是 FT 等于那个 MV 减 MU。So impulsive force 我们只有一个 formula， 就是 F 等于 MV 减 MU over T。 然后我的这一个FT 跟 MV 减 MU 呢，它其实是什么东西来的？它其实是impulse OK。 impulse 的话呢，它是那一个FT。 然后 impulse 它的 formula 另外一个是MV 减 MU。 你看题目他要你找 impulse 的时候，你看他给你 F 给你 T， 所以他 impulse 就是 F 乘 T。 然后如果他给你 MV 和 U 的话，你用 MV 减 MU， 这个就是 impulse。 So 我的 impulse 呢，那是 change of momentum OK， change of momentum。 然后 per T 的话是 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这个是 change of momentum。 So per T 有 per T 的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那个 rate of，
就好像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V 减 U over T 是 rate of change of velocity， so S over T 是 rate of change of displacement。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 MV 减 MU over T 是 rate of change of momentum，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就有学那个impulsive force。 OK， force， impulsive force， 然后过后呢我们接着才来学那个这个G 咯， OK， gravitational force 咯，这样 OK。 所以我们从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Form 2 Chapter 2它整课很大课，它分成整个2.1 到 2.8 OK， 八个 subtopic， 而且它只是 force and motion 1，然后我们去到 Form 5 的时候它有 Force and Motion 2，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它都是从 F 等于 MA， OK。 我们整课的那个重点是在这个 F 等于 MA，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 F 等于 MA 延伸出来的，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 Impulse 呢，我要让它的那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我的 T 增加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一个 impulse 的 formula 是 J 啊，它的那个它的代表是 J 就会增加。 OK， 我们怎样让 time 增加跟 J 增加呢？这一边我们是要用那个 follow through， OK， follow through 的动作OK， 这样它的那个 impulse 就会增加。好，这一边我就把那个 Form 4 Chapter 2 Force and Motion 的整体概念讨论完了。在这一边我要补充一样东西，就是说我的这个 Newton First Law of Motion 的时候，它的那个停的时候继续停，然后那个动的时候继续动。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什么东西啊，我们的那个有一个东西是词典去到 Form 5 的时候会时常用到的东西，那个概念呢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说我的 force 是等于零的时候，OK， 就是说 no external force 的情况之下，它会发生两种情况，然后一个是它不会动 at rest， 然后第二个是它是那个 constant velocity。 So 你看到它 constant velocity 的时候它的 force 是零， at rest 的时候它的那个 force 也是零，所以当它的那个 force 等于零的时候，它 either at rest or move with constant velocityOK， 因为我们的那个 Newton First Law Inertia 那边有讲到嘛，就是说那个东西动了它会继续动，停了它会继续停，然后如果没有 external force acting on it， so 它 F 等于零的时候它是 at rest， 或者是 F 等于零的时候它是 constant velocity 啦，这样啦。 OK， 好。